等一下再看这个，等一下再看那个小谢的那个，他也是那个唱那个弹那个什么，那个 Runaway。等一下好了，我看好像大家对这个还蛮都比较有兴趣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像这个 Runaway 这一类的，就是快歌的时候，其实都是分量哦，钢琴师的分量其实。除了那个像刚刚那个 Runaway， 当时它中间有间奏的分量还蛮重，那有些地方像那个 Black's Black 那种啊，那种都是 Bass 跟鼓啊这样子。好了，我大概就是像那个 Bass 的，像类似这种的。这种我们琴师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不用弹得这么辛苦呢。其实琴师就是打拍子就好了，就简简单单压和弦就好了，这样子。我们来换一首歌好了，《Black is Black》。我大概先把和弦大家讲一遍了。这个，他原唱是。这个什么那两个兄弟那个其实他最早是他们最早年轻的时候录音时候是低调呢，后来到了年纪再大了以后啊，这个Apple 就是苹果重新请他们，在那时候都已经很大了，他们都已经大概七十几岁都有了，录西调呢，西调有时候降 B 调，他们实在太高了嗓子。那我就是唱降 B 调这样。那和弦进行呢是蛮漂亮的 ，Re Do Re Do Re So 这样子。那副歌说 Re Mi Fa Fa Mi Re Re， 就大概是这样的。这边唱啊，真的是
在家里面这个效果很差，因为这个是钢琴，电钢琴嘛，没有共鸣的，你知道吗？所以声音是，然后又不能开太那个太大声，就回收就不行，所以，那这里面啊，这个我看同学那个。你说那个谁啊？你 Black is Black 陈国长有弹这首歌吗？我记不起来了，对啊。还是你们的陈国长，嗯。哦，这首歌不错，蛮过瘾的，尤其是。那个反正有一定要有 bass， 没有 bass 就差很多了。好，我们赶快回来看一下这个哦，我好像没这个印象了。好，我们赶快看一下那个，那谢的好了，谢的也弹也那个，这次也是那个，哦，那个谢的。